阿姨，您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跟您说过了，我是不会要您的10万块钱的吗？我知道你在南城赚钱难，来这里10万块钱收下，离开依依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自己有手有脚的，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挣钱，我是不会收您的10万块钱的。妈，你怎么这么逼人呢？快跟我走。 妈，你怎么又逼乐乐了？儿子，你就理解妈的良苦用心。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，您她是一个农村姑娘。妈，农村怎么了？我们往上数三代，谁不是农村人？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用出身来评价乐乐。人活于世，人品第一，贵在德行，下养而生。再说了，你和妈也是从农村走出来打拼，才有现在的生活。 乐乐他坚韧不拔，勤劳善良的品德，哪一点会比城里人差？儿子，我就不想让你受我们那个年代的苦。乐乐是好，你明明可以找个条件更好的女孩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妈，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如果我选择听你的婚姻安排，接受了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女孩，每天过着相敬如宾的日子，这样的婚姻。 不是我想要的，你也不希望，我没有爱情过一辈子吧？妈，您知道吗？人这辈子最大的悲哀，就是找了个没感觉的人，做了件没感觉的事。人这辈子活着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能够找一个彼此相爱对方的人。爱等于能量，只有灵魂接触的爱，才能使组建的家庭幸福美满。跟着爱走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轨道。妈。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的婚姻就由我自己做主吧。你赶紧，先回去吧。哎，乐乐呢？乐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喂，乐乐。 我替我妈先跟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那个，你爸爸我妈刚才说的话放在心上。依依，我是你的阿姨了。毕竟阿姨的出发点只是为了你好，你就别跟着阿姨争了。我们的相聚日子本来就很大，不适合在一起。乐乐，你别这么想。 这13年，我一步一步走过来，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信念。就是在等待与你的重逢。现在，我通过努力，也有了自己的事业、房子、车子。你知道吗？我不能为了父母而结婚，饭不好吃，只是一顿。大人没选对，那可是一辈子啊！
阿姨求你放过我儿子吧，行不行？妈，就算儿子求求你了，就别再说了。儿子，你再不跟我回去，明天我就安排李阿姨的女儿来这里给。